关智斌呢日出席生化危机体验馆嘅开幕仪式，仲为对方拍摄宣传片。身为呢个系列游戏嘅忠实粉丝 ，Kenny 又会唔会相约好友 Joey 同阿 Sa 一齐玩呢？我觉得约埋成班 friend 一齐出嚟玩，应该会几开心，因为你除咗有得惊有得玩之外，你就可以见到你啲朋友嗰个丑态啦。即系我好惊佢会一拳打翻嗰个丧尸去。所以我都有啲等嗰啲演员辛苦啊。Kenny 做完演唱会之后就去咗日本旅行放松心情，期间仲食咗唔少美食，惊唔惊身材会走样啊？点解你不停要问我呢个问题？唔系个身材仲喺度嘅，不过就我增肥啊嘛。其实我而家增紧磅，唔增咧就冇得再减嘅，咁所以而家增咗先。